我跟朱海君就是您撮合的，那对于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其实心情蛮不好的，对对对，但他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该怎么处理他们要去处理跟面对，对。有跟他们传讯息关系？第一天有。对。是有回复的吗？有骂他一下吗？我传给海军。对，他还关心我的身体状况。第一天的时候，对对对。小巴姐站在女性的立场，可不可以帮大家就是讲一下？对。不好意思，谢谢各位。对。小巴姐之前不是说那个以前在秀场有被大哥吃豆腐，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一波女主怎么样看法？我觉得他们很勇敢，很心疼呢、啊，很不舍，真的很不舍。我觉得女生可以的话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，勇敢的说出来。小姐，那以前在秀场啊，你有遇过类似的状况吗？Oh my god， 很多。但在那个年代，其实你只能回家哭而已，你也不能说什么。只能够自己要去消化。其实再讲可能就要回想到以前那个事情，其实不去想，对，就比较好一点。夏老师最近有跟 Apple 联络吗？你干嘛？你干嘛切入正题了？你干嘛？眼神干嘛跟我？你说什么？那你最近还有跟 Apple 联络吗？Apple 没有哎，最近都没有联系，因为我们都在录影，工作比较忙碌，就想说等告一个段落之后再去做关系。会心疼他，就是面对这些事。因为实际上，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不是太清楚，所以对，所以如果多支持我们这一代。那黑人哥卷入这次的风波，你会觉得很惊讶吗？摆摊啊，摆摊，好不好？摆摊。